my destiny's child. I'm a single girl. Don't stress, don't cry. We don't need no wings to fly. Just take my han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e could be starving. We could be hopeless. We could be broken. As long as you love me, I'll be your platinum. I'll be your silver. I'll be your gol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Of a man and what true love can bring. If we rich, then we can see the finest side of dreams. But if we broke, then I don't care. I'm good at fixing things. And it don't matter if we gotta love each other through the good and crazy. Me and you against the world, and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s what makes me want you so much more than breath. So when this next one takes me, it's right back to your arms where I know I'm safe. We can hold each other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comes crashing in. Be like a movie, you direct me to a better end. 确定不是因为我今天不讲话才不跟的吗？今天要去忙什么？谢谢华神神魔术的哇哦！谢谢郭云笑的二一四，我爱你！我今天应该都要写字。天哪，要两个小时都写字，好困难。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谢谢柠檬儿的告白气球，跟哇，好多人送头晕脱蛋挞的彩虹岛，你改名字了，还有黑流星的文松礼，天哪，我这个烂身体，我是不是用写字的会赶不及啊？我是用打字的，打字，我的。声音听得到吗？我的声音听得到吗？有人要回我吗？可以用打个大字是吗？写字我也觉得写字来不及，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太好了，这是真的，谢谢。这是谁？这个是回响的。星星音乐吗？这是蒸蛋，蒸蛋，我还没吃晚餐，怎么会吃豆花？哦，天哪！要这样奋战两个小时，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会很痛苦。不然今天来聊聊，突然好，怎么样？这个风格是可以的吧？这个叫做生理限制，好吗？不是，我不想讲话，真的是，我今天整天都是这样，而且我只要大声讲话，我就会变得很奇怪，对。我这周分贝差，你们要珍惜现在的我，因为我的声音现在听起来像什么样子？我说你们要珍惜，因为之后就不是这样。等我健康的恢复了之后，就不是这样了。跟玉良说，感冒有好一点吗？声音很沙哑，没有。谢谢桃花哥，我以为我进错直播间了，我就说大概只有这一次，下次直播是下周嘛，等于说我一周的恢复期，我不相信我一周恢复不了，所以说你们好好珍惜现在的气质态，这样的我还行，别有一番我，我现在连笑都打着不了。我最近呢找了一个新的题材，但是我一直在想说什么，刚有人谁弹幕？你声音什么了？感冒？对，突然的，对，连假回来之后就没声音了。哎，绝对不是我连假大吼大叫，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周跟上周的天气忽冷忽热。这个是谁？国民？你是小小姐？你怎么换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我想说那个尾巴没有看过。打字没珍惜，还是桃花哥讲话温柔。就是我看看，暗红晚安 ，Hello，
小易说感冒成了分贝制动器，还有我现在整个人就是嗨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高。今天大概就是纯问答，对，纯问答、纯聊天的内容。现在音量耳朵比较舒服，所以现在是比较喜欢我这样就对了。觉得两边眼影不一样是我错觉吗？其实我没有擦眼影哎，知道吗？我今天只是因为那个灯光看起来太黄，所以我就上粉底液跟唇，就这样，看起来会好一点。你看我的眼睛像是有上东西吗？这个只是没有上粉。然后黑了心说：“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保重。”当然，我要赶着，因为表演即将到来。所以说，不能超过感冒超过一周。好，我刚刚讲，瞬间突然有一个话要讲，但忘记了哦。说你看我这个眼睛像是我画吗？这被打吧。我说我最近买了一个新的气垫，对，然后太高估自己买太白了，所以就长这样，知道吗？这个是我原本肤色。然后这个是很粉的颜色，就会变这样。录音前面什么？还有哪里看的不懂吗？我好像打太多，没有，你打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你有给我他的型号，所以我可以上网去找。这个已经够了，真的，谢了。你真的很认真的有在听，而且那天你是不是没有来我直播间，然后默默在后面看？应该说有来，只是默默的看，所以才会知道我说什么。脸好白。而且我今天打了纯白光，因为如果是混合光会变这样，会变得更黄。这样，哎，好像比较好哎。哦，那就这个吧。这样看起来比较好，比较像活人的感觉。这样的嗡嗡好感，声音好感性，似乎也不错。你不是说你要去忙了吗？而且这个感性是性感还是感性，要说清楚。我看看，所以是眼皮，不是，是没有上到，我不会去压眼皮，因为这样看起来就有天然的眼影，很棒吧？如果压的话，就会看起来整个脸比较扁，我脸已经够扁了，再压看起来就变得跟一张纸一样，你知道的。开一个小时就算了，好好休息，下个星期再把时间补回来就没关系。两个小时，因为这周的我比较忙，我原本有想说要不要改直播时间，因为这个声音真的是太糟糕了。我想说算了，这周好像都很忙，这周都挺忙，所以不太能改直播时间。那天我有来，因为你刚回归，想让更多不认识的你多跟你聊。你也太贴心了吧，小姐，你怎么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以为你被国术带坏。喉咙不舒服的话，不用勉强说话也没关系。这样，你们要看着主播吃东西两个小时吗？还是今天就走吃播路线？听嗡嗡这个声音讲话好舍不得。不会，我跟你说，现在应该很多人觉得这台终于可以耳根子清净，可以好好听他讲话，不然平常要好好听我说一句话都很难。我原本想说，对的，我要先讲完我刚刚讲的话，不是有流行说，也不是流行，反正就之前有人做过什么20件关于我的事情，然后我想说要不要趁今天这个时间做这个主题就不错，或是把它做成影片，你们可以决定。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度过这两个小时，可以比较不会那么安静一点，至少会有话一直讲，这样。你不会喉咙不舒服就好啦，就是这种很奇怪的声音，我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是这样的，要死不活的。可以少说话，吃播也是不错。哎，这样就变吃播主，吃播主是不是都不太会说话？表示今天不用唱歌了。小白兔表示今天不唱歌就不看直播了，是吗？可以啊，吃播要不来玩个嗡话我们才可以耶，这是好主意。我现在来边想一下题目好了。我们来简单版的话，先个简单版的，猜个几题。
你可以闭嘴而安静，但是感冒而安静心会很好吗？那如果我是因为闭嘴而安静的话，你是不是会比较快乐呢？你们太浮夸了，就是感冒了，就是凉到，你不觉得天气呢就像我上次 po 那文一样，然后 po 完之后天气我也要报复我，就是抱怨他太乱七八糟，所以让我感冒这样。嗯，其实平常都很怎么讲，上次跟你们说完我在减糖减脂的是过完那一天之后，就每天暴吃暴喝，然后直到今天又开始恢复了清淡饮食，真的是很不习惯。我看看可以点这个这首歌吗？接生比较早，好找 YT 我自己都找不到，接生是不是？我先接生，等我们一下，我今天步调会比较慢，希望你们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OK 好吗？留下来就是真爱，哎，这不是情感情绪了，情感绑架哦，不是，只是说留下来就是真爱，嗯，相信你都会留下来的。声音吗？我的音乐开比较小声，我怕会盖过我的声音。玉兰说吃播 OK， 刚吃饱不瘦无忧。哇，你看到我的食物，请问还会有食欲吗？我的就是清淡派的。这一周的天气真的乱变一通，真的非常的夸张。跟前天还在热要命，拿出短袖，好了，差不多可以换夏天衣服了。然后隔一天就开始。怪怪的，穿个外套还会冷，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嗯，你们来玩，我不画你们猜。我跟你讲，我的拿手开始哦，现在简单版的。嗯，不要是物品是一件事，看看，嗯，好困难。出几百，可是我不会画的。好，来喽，我画你们猜，答对了没有奖励，答错了也没有惩罚，就这样，这是煞时间，来来来来来。3 2 1，有人猜出来是什么东西吗？这个灵感来自于我房间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了这个词。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我的侦探，我不知道。不是，错，不对。哎，白色会吃光哎，白色会吃光，你有发现吗？这个是什么呢？这应该是正确的方向吧？对，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快点 ，everybody！ 嗨，坤坤，坤坤晚安。哎，你们真的很不踊跃耶！赏点脸，这题目不会很烂的，只是我画得很烂哎。不是店长，不是某某店长，不是。好难思考，三个字，这个先，那这个，完全没有头绪，没有灵感，三个字，哎，对，是这个先，快，有点难猜吗？播放器不对，给你们的提示好了，哎，我刚才说这是初阶版的，他在我房间里面放了一张海报。去年才刚过，是去年吗？我忘记时间了，我忘记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反正
香香滴奶，这是在猜吗？还是就准备骑车没法猜？米卡龙，你先骑完车再来看啦，不要，你不要拿着我的手机看，不然我等一下你又不知道我预测我要做什么事情。没有听到风扇声吗？国树，你有装风扇吗？你的脑袋没有风扇吗？变相的嘴你，是对应字还是联想？对应字。联想的话，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更好的题目。演唱会不对，不对，谁会知道是什么的海报啦？吼，这个算是提示啊！我现在看着它，然后是一个人的图，这个算，哎，这是谁？谢谢。季节花是什么？是送的水洗香油花是什么？我就一起下来猜啊，一起下来猜，快快快！我是不是要给你们奖励你们的那个风扇才会运转的快一点？让我吃一口，贪吃，我吃一口。不要那么早放弃。公布答案，真没有猜出来。你们真的是。太不懂我了，再多画一点吗？我决定先公布，不给你们机会，我再出简单一点，我就是在为难你们。哎，怎么写这个字？来看看，真的。因为这题可能比较难啦、啊，金曲奖了，金不灵金曲曲子奖，讲话就讲金曲奖，很烂吧？我看着我的房间的元素来想题目了，不要逼我，不要逼我。怎么会突然是这么metal的歌？等一下，我继续。好，来，你是不是该画金条比较好懂？哎，我第一个就想到 bling bling 金，好吗？谐音梗，哎，我会玩谐音梗的东西，所以我在想简单一点的。嗯，来。简单版，真心简单版。兄妹来了吗？哎呦，郑宇威，嗨，郑宇，谁说要我去补名？被我看到，小仙不行，不要给我走，你不能走，你要猜完，至少三到五道嘛，对不对？哎，国树不要这样讲，我跟你说，我要给你们猜的题目不一定我都玩谐音梗，来个简单的。简单的吗？哎，现在都流行什么？我来看看。哦，猜题目。人家的题目可能会比较正常，我想到的都不太一样。我猜题目，然后再吃一口蒸蛋就有灵感了。好吃哦！我的天哪，我要发疯了。哎，好多题目。好，看到了。Everything's been so messed up lately. Pretty sure he don't want to be my baby. 我的话什么？我的话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看不懂我的话什么。我天哪！啊！
看到就好笑。猜到没意思，你要吃象拔，象拔棒是吗？来来来来来，嗯，哎、欸、哎，你们看到了，你们看到了。心里是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Hello， 志伟，好久不见。Hello， 现在是在玩我画你们猜。新鬼，新鬼是什么啦？没有这种东西吧？你一定是药还吃的不够。我药吃完大概就会恢复成正常的声音。等我吃完，啊，等我吃完饭之后，我就会吃药，就会变成正常的。我说不定是。这样我看得出来什么吗？难哦，应该是要这样子才对。好，不是黑流星，不是。他刚刚在我那个电脑题库里面，但我觉得蛮好画的。不对，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猜不到。如果国叔刚有懂我说的那个谐音梗的话，真的啊，是这个啦，这个星星长啊，这个星星长啊，这个星星长。OK， 好、哦，你们好聪明哦，哎，超过一分钟想出来就算简单，不行。看来是我自己第一题出太难了，那我要用刚刚的第一题。为什么柠檬人要打问号？哎、欸，你们要想，
一把尺如果超过30公分就算很长，不然你长了怎么说？然后等到画一个香肠嘛，那要更不当嘛，对不对？好，来来来，来来来，我伸到一个东西，我把它尽量，不能给你们看，我把它尽量画的像一些。不行，我觉得我妈都会被骂啊！等下这个画面很烫哎。刚刚那个程度的应该是还好啦，不用用到脑袋。这个才算什么吗？这不是谐音梗哦，这不是谐音梗哦，我是看到题目里面的，然后突然想到这个人，有吗？应该是这个吧，对吧？哦，对，国术猜到了，维纳斯 ，Oh my god， 没想到好聪明哎。啊，我不应该画这个啦，身为历史系的国术是一定会马上就想出来的啦。哎，米嘉乐，你错过了好多，你错过了800倍。小心长大了，小心长大了，怎么会长这样？我是不是该画个娜娜子姐姐？世界名画的呢？刚好看到，想说，哎呀，忘记这里有一个国术，我就应该要选难一点的。好了，最后题哦，来魔王题哦。魔王题。我找找。魔王题要出什么呢？今天的题目看起来都很简单哎，我相信以你的程度来说，一定快就可以猜到了。那个你要到底就是，维纳斯的神啊，维纳斯，这样啊，不然他一个人生出来那个感觉也太孤独了吧？反正就是要一些什么，你知道鸟嘛、虫啊，为他叫之类。可是虫也是不会叫的、啊。好。这个太简单了，不行。
来，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这为什么？等一下你们怎么听得到？都听到，因为我们在洗碗。没有，因为我们在准备晚餐。来哦，模体，小模体，有看得懂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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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黑流星说：“好吧，我承认我老了，跟不上小屁孩。”什么意思？黑流星为什么不猜？我花你猜的环节，你是不是觉得？那个这个差不多到你的睡觉时间，所以脑袋使不上力。不要自己，没有这种词好不好？是真的有这个词，禁止氪金。不对，不对，不对，你们都很有创意，但不是，这不是正确答案。好，这个算难吗？如果在一分钟内没有人猜到的话，过了一分钟后猜到的人，他可以要我对他讲一句话，不能太夸张的。OK 吗？说你很帅之类的，对，不要说什么母汤的不能，不对，不对，大家快点快猜，可以让我直接称他为大帅哥的唯一机会就是在今天了。不对，那不，不对，好可怕，家里不敢。你可以叫我，你可以让我对你说，哇，我是不是大好人，我是不是好男人什么的之类的。不要，你们大家怎么都说不要氪金？不是，没有这个词，没有这个词。母汤的不能哦，懂你，不然你要我说什么母汤的？你要我，害我被关回去。从现在开始静默一分钟，没有啦，其实一分钟只是想要表达说它是不是真的很难这样。用了我本来就是了，获得我的认同不好吗？如果不讲，代表说就不承认这件事情，事实上就多了一个人不承认你的帅了，是吧？这是在干嘛？阿哲，我们在玩魔法你猜，等等，这奖励我 pass， 为什么？为什么？九三这个是奖励吧？你们真的很过分哎！这你要我对你讲一句，就是你想听的话，可以说什么？什么？哇！好了，我想不到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你知道？由奢入俭难，不是，你是在猜这个吗？怎么突然往自己身上开了很大的一枪？什么意思？并没有好吗？有吗？我刚刚有这样子吗？怎么起来了？怎么起来了？当然没有人猜到。我其实完全断断续续的听，完全跟不上了。没有，只是要让你们猜这个。你现在可以还是可以跟得上的猜这个东西。这题真的很难。有人猜到了，有人猜到了，冷了猜到了。为什么会有人猜得到啊？天哪，乐乐猜到了，来，解释一下，他要吃钱十斤啊，十斤。然后这边有一个妹子，妹妹说不行哦，十斤不美。还好是乐乐猜到，这样的话你要讲母汤的我也 OK。洛尔下太晚，洛尔下晚了，洛尔下。你刚刚说刚要是刚讲那么汤的要被关回去哦，对啊，这个还好啦，还好啦，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哎呦，不过乐乐是对老师等级，他懂这个逻辑。画不错吧？对不对？花了不少时间画，大概多花了10秒画的吧？对不对？这嘛，魔王其实在玩谐音梗啊，不然你们怎么知道？你们应该说你们就太好想了。乐乐，乐乐，快点！我相信乐乐是爱我，他不会害我的。你的声音今晚很成熟吗？这是称赞吧？所以你们心里希望说我每天都感冒？为什么桃花根本加入啊？突然想到，但不猜了，不猜是吗？乐乐已经踏入了我的思考领域，他现在就是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这样是不是应该要不算他？他太懂我了，我真的没办法，我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天啊，为什么黑流星又要再复制一次？这个是很认真的猜谜耶，要让你活络脑筋，就像是老人家打麻将是一样的概念，他可以你知道
活脑，这跟打麻将是一样的概念。OK， 我怕太母汤他会被编台，我大概不是只有被编台而已吧，整个人被编掉。改叫汪乐乐，大家好，我是汪乐乐。不对，乐乐其实是我妹啦，不要这样。他其实就在这房间，哎、欸，乐乐，乐乐，乐乐。郑余威来了，猜一个成语。哎、欸，米扎的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叫郑余威来了，猜一个成语，叫做落荒而逃。落荒而逃叫什么？嗯，叫做惊涛骇浪，没有，叫做生死未卜。不用了，真的要上大夜班，我会提早面累。你今天还要上班哦？那你这样看我直播，你确定可以吗？你要看我直播会累吧？哎、欸，跟播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曾经有也是跟过某一个主播，不是，就跟过一个主播，然后跟他也是蛮久的，以前，然后还是觉得蛮累的，就是精神上被慰劳，但是身体上还是会累的、啊。谢谢小千的大浪花，赶快装死。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是赶快装死吗？忽有庞然大雄拔山倒树而来，盖伊，正瞎魔眼。我把他的粉丝都要把我杀死，我居然说他是瞎魔。傻熊考驾照哦，他要考驾照吗？你在开玩笑？拜托不要，台湾要多一个三宝，真的是不要，拜托，要为台湾人民的安全着想好吗？可能莫名其妙就会非要开到分隔岛上都不意外，你知道吗？统神哦，统神不是统神，哎、欸，我不是，我都是看精华，那个叫什么跟播比较少。好痛哦！你干啥啦？我感冒你还打我？而且你为什么要偷听我偷看我直播？谢谢哦，周颖的小浪花，嗨，周颖来了。我已经在上班了，水吹，你们现在都是不对啊？这个时间有点尴尬，你们吃晚餐了没有？我现在吃晚餐，你们没有吃，这样也。虽然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吸引，不像炸鸡什么，但它至少也是一顿餐这样。哦，杀戮来了，晚安。米加勒说：“有备而来。”哎、欸，我还真没想到哎、欸，我刚才偷瞄了一下我旁边这个题目库里面有成语，然后我还想了一些比较你知道什么什么恐怖的啊，生死未卜之类的，很母汤。我今天已经看了两个半小时的小孩，还有三小时的小弟，我真的累。哇，那国叔你要因为累才累而放弃我了吗？如果等一下两个小时后，也就是十点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的话，我会催醒，真的。他跟安安说18岁会考，所以安安讲出来对不对？拜托不要，先不要。他如果让我知道这件事，我觉得先提早阻止他，提早阻止灾难的发生。岳母打得好，干嘛？小杰你什么时候扮熊妹的？奇怪。我上11点到早上7点，那我们还有好多时间可以耗哎。可惜今天不能到7点。我还记得我以前说过要播连播8个小时呢，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根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真的很夸张，很过分哎！我被打，你们还不心疼我，在不安慰我，在那边跟着汪妈一起闹。汪开播算我幸运，不然前阵子都在上大夜就惨了。然后为什么被这样子、啊？刚卡弹。我妈公演会来吗？如果她讲的话，这样你们回去找我妈，所以她不会来。
姑妈每次登场都很戏剧性，大概就是很没有预警的吧，你们真的。天哪，国树这负心汉，哎，没关系啦，反正国树只是来热场串场的，对不对？国树，毕竟他对我没有爱嘛，对不对？国树，你自己说，我不会让你欠薪的，大概吧，你这大概吧就别加了，大概吧听起来很没有把握，你知道吗？我对你也没有把握，那个人实在是太花心了。哦，等等要去看午夜场的电影，先请个9:30后的假。你要看哪一部电影啊？哎，你看完记得跟我说好不好看，我顺便也去看一下。如果不好看，我就不看了。9:30后，你是看几点的、啊？午夜场电影看起来又……我吃完。我真的觉得可以来玩，二十间关于我的事，但是我觉得你敏感把我摸透了。好了，换道菜，想换吃鱼。两个都说过会考汽车、机车，都考他最好是有那个美国时间嘛，他要怎么练？我现在已经可以预想到他如果骑机车会自摔的话，我的意思是就是骑可能骑7秒，然后是自己倒下来的话，脚太长，你知道？我还没有想坏到让人难过。国树难得良心发现了，你是怎么了？你还好吗？你发烧吗？要摸摸你的额头吗？我上下班骑机车我会害怕，拜托，真的，我会摸清楚正如我平常上班下班的那个。就是路，或是上学的路，然后再告诉你不要骑哪边的。连播8个小时，真的怕。我记得直播不是有个机制说不能睡觉，不能打瞌睡，这样会 shut down 嘛，对不对？所以好像没有办法，因为我不能保证8个小时会不会睡着。最近会有想看的电影吗？我蛮想看。我看一下最近有什么电影，我记得我好像有想看，绝对不会是《金刚大战哥吉拉》哥吉拉大战，哎，《金刚大战哥吉拉》电影。4月，其实我最近都抱着 Netflix 比较多，哎，就是买 Netflix 在家看这样，比较常这样。看看现在有什么电影呢？好像都还好哦。角头还有在播哦，角头不是很久了，浪榴莲啊，哦 ，Stand by Me， 那个哆啦 A 梦2，这个人如果还没下片的话，我可以去看，然后带了2包卫生纸进去，真的。然后我很推一个，现在应该有在播，叫《灵魂急转弯》，我之前去看电影这样，对，然后他应该还没下片吧，应该还没，他是皮克斯做的动画。我本来就觉得哦，就是抱持着一个看动画的心情进去看这样子，然后就没想到，我真的默默从包包里拿出卫生纸，然后又左顾右看一下，好像没人哭，那我就偷摸擦，因为没有人跟着我哭，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还是？难道是当男人恋爱时吗？哎，很多人推耶，老公你来了，老公，今天比较晚哦。现在不管上课还下上课还上班，都会骑机车居多。但是骑机车，哎，我有问过你们在哪吗？地区惠乡，惠乡是台北吗？如果是台北的话，骑机车真的是太危险了，非常看那些然后机车骑士的爱转来转去，超恐怖。或者嗡嗡坐旁边叫他开。嗡嗡生命安全吗？你应该要问他安不安全吧，因为我毕竟是一张驾照都没有的女人。我自认自己是三宝，所以我不会去考驾照，就是大众运输，我就是大众运输派的。盗梦侦探，大家都在传诺兰的全面启动的来源哦，是好看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乐乐今天要看什么？灵魂急转弯，超多人在哦。可是我看 PTT 版上有人给普雷耶，普雷跟傅雷都有。我想说，有到普或傅吗？
中间路程完全不知道怎么骑，你是开着我的直播听的吗？你真的是很大胆，每次都骑车听我直播，你都不怕到时候突然大叫，然后你也跟着倒的。然后我就看到在新闻上面出现，说的骑骑，然后没有倒，骑骑倒了，那结果这个人其实也没有喝酒，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己倒下来的。我最近在看完天桥上的魔术师，心情沉重。天桥上的魔术师吗？我看看它是什么。哦，它是 Netflix 的，它没有出现在我的推荐栏上面。这个分类没有出现在我的推荐栏上面，所以说还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我会想看《银魂》哦，《银魂》现在有上那个院线是不是？最近的事情吗？欸，最近的电影真的我没有到很有兴趣。其实你是台北人，那不要吧。我会想我觉得那个台北1280超好用，很值得，真的。主要是因为我朋友们都就是骑车骑一骑都出车祸，我就觉得很害怕。嗯，台北的路况，台北的其他的三宝们，不是说自己啊，自己好好的比不代表说你骑骑也会安全。哦，奇威说，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浅田家》，蛮推荐。它是什么样的分类呢？浅田家，洗涤人心的电影。不要让我哭，拜托你们不要推荐我感人的，我不太能接受看感人的。不是说不好看，不喜欢，只是我不喜欢，只是一直流眼泪，然后隔天肿到不行。我可能。有时候想看这个分类，我就去找这个分类专门来看。台北真的很多那种奇葩人士，也就是三宝，不止三宝，就是还有很多你可能不可预知的事情，你懂的。我也觉得狗狗很恐怖啊，骑车都没声音，那突然冲出来，然后就会造成事故的发生。想知道你休息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不方便没关系，可以。哎，今天终于有人问了，我一直以为上次第一次，可能因为第一次直播我比较嗨一点嘛，没有时间问，那个状况不太适合讲。但终于有人问了，当然要讲一下啊，分享一下啊，对吧？对，我今天把这一 part 结束完，我再来分享，大家应该都蛮想知道的，或者就是不好意思问之类，我猜。灵魂看完了真的好看，已经下档了，去年底上映的，应该还有二轮。对，其实你们可以去看看，如果看看二轮片那部《灵魂急转弯》，对，发人深省。我觉得会有感觉的，大概就是他有触动到你那根心弦，或是你觉得他在讲你的心境，很贴近人心耶。其实哇哦，那部我真的很推，对。推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时光我听过，好像很多人都推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时光，我把它加进我的，我先把开分页，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加进我的分那个喜爱栏里面。我要来分享看哦。之前才因为一个三宝没打方向灯，我就摔车了。所以我就说吧，你自己安全不代表其他人安全。开车听《幻影战士》，你现在是在边开车边听直播吗？你是要开回家吗？开车可以啦，我觉得开车稍微安全一点点。毕竟车大，就是比较安全，稍微。骑车就是要戴耳机啊，不然要干嘛？错误示范，你这样，人家如果要扒你或干嘛，你又听不到。而且平常我的声音，以我的声音来说，他应该会直接充满你整个耳机，更何况是你戴入耳式，你就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有一次回到车，差点晚7点回家，我要右转，看完左边来车，一边右看，就看到对向车道的车往我右边切过来。哎，这个像遇到这种的话，你会怎么办？让他吃罚单吧。你们是会拍起来吗？还是说用行车记录器，然后交给警察？我是认真的。我说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你就是默默的就走了吧。我觉得有点夸张。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会
不好说。其实 GoGo 有马达声，但是在那个路上，一般的路上，以骑机车那个噗噗噗的声音来说，哎，我现在声音好扯哦。的声音来说，要改 GoGo 的马达声。那我推荐你看烟囱小镇的匹配，关于坚持梦想，我看到痛哭哇！你们都推感人的，我真的是，因为我的意愿是相反的啊，我都不太看感人，我真的是。想要替那个国家省一点卫生纸。好了，我把它打起来。2020哦，新的呢？2020年的。看看。那我不能补眠，你这样子会让我不能睡。你要什么时候补眠？你现在打算要补眠吗？不对吧？你不是现在上班吗？哎，你是十一点上班对不对？哎，对，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你不要睡不了什么。我在害你，我不敢听，不太敢听。要讲的时候我先回，别干嘛、啊？不会啦，我要讲，我要讲。哦，你们是在讲那个心路历程吗？不会啦，不会，不会让你们不舒服，或是我觉得还蛮平淡的。对，等一下分享，放心，不会，不会，不会有太多奇怪的情绪。别说路上真的有时候人挤人。再见，王子。小千，哎，终于吗？这个已经过了好久嘞，已经过了一年，距离上次到现在的话，已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差不多了啦，差不多一年 ，OK 了，可以把这件事再拿出来讲，都不会觉得有特别的感觉，那就是 OK 了。台北一堆汽车要转弯才打方向灯，根本鸡腿换驾照嘛，因为以前的驾要考驾照的那个。标准不是没有到很高吗？现在越调越高，就是因为这样、啊。是在开车中啊？幻影战士现在是开什么 Uber 吗？还是？哎、欸，我没有听你谈过这件事情哎、欸。我骑机车都大概入耳式监听耳机骑机车。你说入耳式监听耳机是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吗？还是怎么样？哦，你是不是属于那种骑机车会自己边唱歌边听音乐的人？我有看过那种安全帽里面自带那个音响。那个也不错，感觉好像比较好一点。嗡嗡是骑上车后会性格大变的人吗？我没有驾照啊，我大概预想一下，我大概是缓慢驾驶吧。如果我有驾照的话，因为我很怕就是出事或者什么被人家撞干嘛，所以我会非常谨慎。我猜，然后开久骑久了之后，大概会习惯这种模式，然后就跟一般台湾人一样，你知道的。我遇到都直接开喷按喇叭，让他知道他很危险。你可以送他送他一句话，送他一句话，不说是什么话。曼达就算了，还这边你可以问他说，那个等一下你们遇到都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不要都说是女生啊，这样女生的话以后会更被歧视，骑车开车这件事情。如果要文青一点的话，就看《游牧人生》吧，《游牧人生》。《游牧人生》，你们都推这种比较感人、慢节奏的，或是看完会心情不好的电影。我自己推一个，我不知道你们看有没有看过 Netflix 上面的《三人要守密，两人得死去》。守密两人得死去，他大概六七集，然后一集大约一个小时，所以你一天就可以把它追完。就是当下我也是像中毒一样一直看，但刚好就是他会在一个很不会拖剧的时间里面结束。对，自己觉得超推的，最近近期最推的。对，那安眠书店也是，但安眠书店我觉得节奏比较慢，他。大部分都是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去讲，比如说这个男主角他的角度去讲，说我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他今天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都会有这种自白的内容套进去。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可以看，因为他节奏偏慢，但觉得还蛮适合，就是不要配饭吃，千万不要配饭吃，蛮适合慢慢的悠闲的下午看一两集这样。我是不是讲太久了？我分享太久。
我曾经看过打了左右灯的警示灯，结果直接走，那你不就会减速吗？看到打左右转灯的话，不就是跟在后面慢慢的？应该还好啦，总比不打灯的好吧？对吧？我觉得不打灯是最恐怖的，怕嗡嗡哭哭，不会，放心，我很强大。其实我是一个很不爱哭的人，老实说。你不能，你们不要看我在那个节目上哭那样子，就觉得我是爱哭的。我跟你说，我是真的是不爱，内心不是很发达的人。对啊，超过你一年了，终于真正放下了，但他还会在你心中存在，就是没办法磨灭的，就会在心目中有地位吧。我自己刚回应，然后我想起来都会觉得，嗯，当时的我好荒唐，或是当时的我，哦，就是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不会觉得有怨恨，那就是你真的放下。钟婷来了是吗？钟婷要来点歌，下一首是你，《皓月在世托凡俗》。哎，上次我有播过对不对？你上次有要我播过。昨天上班路上看到别人在汽车路口，我看哦，在别人汽车路口，对啊，你的留言这个是结束了吗？还是说你没有把字打完？我昨天看到有人骑车加唱歌很大声哦，我想大概我就是这种人，边骑车边唱歌。我之前坐人家的车都会边唱歌，强迫人家听这样。入耳式监听耳机就是歌手在舞台上戴的那种监听耳机啊！哇塞，你直接戴那个哦，这么硬？那、啊、你戴那监听耳机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太懂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果然是小千，嗡嗡的性格不用上路就很……你不要先入为主行不行？搞不好我上路其实比现在还小绵羊，我现在大概是大野狼等级的吧？对吧？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技术不好，所以会看得更谨慎。我跟你讲，就像是游泳道理一样嘛。嗯，大部分会溺水的都是，我们先不要论有其他的因素来说，都是比较会游泳的人会溺水。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会游泳，所以他们就会到了比较深的地方、比较未知的地方，觉得自己应该是可以这样，所以这样越容易。谢谢中影的彩虹糖乘二乘三，骑车骑太慢反而会危险吧？哦，当然不是那种什么跟公车一样速度了，就是平稳骑，平稳的骑，我应该是不会到那么慢，那么慢大概会倒吧？它要一定的速度才可以维持平衡。送他一句我爱你啦！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乐乐，你不是要我欠你一句话吗？因为你获得了刚刚的那个奖励，所以你可以想一下我要对你说什么。在今天下播前都还可以，我又开始留言延迟了，擦我国宝哎，还好我没有把它讲出来。一般台湾人这样，台湾人不会那么客气，台湾人都送一句问候家人的话。男生超多的好吗？女生其实还好，对吧？就像是那个游泳理论一样，擦挖贝斯手呢。你真的会这样对他讲哦？你可以对他大喊呐、啊！他就说：“那我吉他手嘞，我吉他手。”你们就组个 band， 然后你就要问你们认识的哦。我们在路上啊，那个刚刚不打左转灯啊，然后我们就吵架起来，就认识了，好荒谬哦！近期看电影，我推《蓝色恐惧》哦，真的吗？好，太好了，有时候有性质不一样的《蓝色恐惧》。把它加进我的那个分页里面，接下来一个品尝他们。汉尼拔啦！哎、欸，等等，突然想到你刚好点歌。好，推 Netflix 上的《情物转台》让我笑烂，是那个美国肥皂剧的感觉吗？《情物转台》，我也好爱那种，就是都市剧，非常喜欢。《情物转台》。它是迷你日剧，改编自迷你日剧，好特别哦，喜剧节目。不，我还是会怕你哭，大家舍不得。哎、欸，我们是不是该聊一下这个部分？不然我觉得你们应该懂吧。好，
好，好，我吃一口，不然这鱼要腥掉了。你叫他说要洗个澡，等等回来，等等回来就听不到精华，怎么办？他现在应该去洗澡了，我猜。啊！我的手，我筷子。刚刚听到邻居家小孩唱言唱俏大声，你要搞不好那个其实是我，因为我也是那种像这种时间会唱歌的人，然后最近也刚好在唱言。唱好一阵子，说不定那个小朋友是我。我挺了快一年，老坛都成了我师尊了。我觉得是哦，这个时间来说，因为没钱啊，做音乐就要用到那种耳机，就没钱再买耳机了，日常也用。哇塞，你要这样，你可以分担一下风险啊，让那个耳机不要那么频繁使用，你就可以使用久一点，它寿命就会长一点。你可以买个随便什么100元，然后不要那种，不要是买100元，就是买可以堪用的耳机就好了。可以指定一句话吗？我想想，你反应太慢了了，你反应，我都会觉得你要忘记这件事情了。我有在追巨人吗？对。对不起，这可以静音吗？天哪，这可以静音吗 ？Oh my god， 太吓人了！我眼睛都红了。这跟结膜炎没两样吧，好恐怖哦。哦，谢谢幻影真实的小浪花。没有巨人，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我巨人只看到第六集第七集，就是开始怀疑人生了。好了，好多了，好多了。我刚喝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看到了。我先回完你们的留言。我刚刚回答那题的时候，刚从没网络的地方走出来，完全不知道怎么了。所以你刚刚有听到我说奖励的部分哦，还是你突然自己想起来？我现在看到静音功能，我真的是知道的太晚了，不然你刚刚听到那个太恐怖的声音，我觉得都把肺咳出来。欸，听说芋头云朵蛋挞不好吃，我那时候本来就正好去买一个来犒赏自己，犒赏自己那个减肥有成，然后就看到 PTT 上面一堆负累，我就好，那算了，算了，自己做比较快。我觉得放下重点其实和自己和解。很多事情我都替他着想太多了。哦，谢谢空白的紫仆的守护灵，哎，来的很是时候，很是时候。其实呢，这么讲好了，我觉得有时候人要自私，也不是说真的要这么自私啊，我是说要为自己想点，这样的话，其实他快乐你也快乐，他比较不会有压力，因为其实你他为一个人着想的时候，他其实会有无形的压力。对，这也是要学习的部分，我觉得我自己。你在学习不要那么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太考虑别人，因为这样的话活得很辛苦。谢谢阿元的星星引人吧。我说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像我以前呢，我以前性格是撇除掉疯这一点啦，就是做什么事都很考虑他人，我的意思是指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觉得我这样你会不会让你不舒服啊，或是让你觉得不自在啊，这样类似这种，然后一天24小时都围绕这种话题，围绕这种事情，不是话题，所以搞得自己很辛苦，别人也有压力。哦，天哪，天哪，
眼睛都红了。没错没错，所以打一下一九二，就小千，就小千这样，就小千啊。我以为你要开始酝酿情绪，我就说我不会哭了，这要什么哭？没什么好哭的啊，真的。好，我要讲了，分享一下。你们想说这个主播怎么毛那么多？一下咳嗽，一下流鼻涕。好，刚开始休息的时候，那时候刚好 reset， 就是 reset 刚好要第一次演出，我记得是，这音乐有点欢乐，来点别的。对，反正那时候其实我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 reset， 非常期待。哇，这个时间轴是对的吧？没错、然后后来休息之后就被抽掉很多活动，应该说大部分的活动都被抽掉了，所以就会觉得从很忙碌的生活变到很空，空到一个空虚，对，无预警的空虚的感觉。好、对，来一个告人的爱在夏天啦，爱在夏天。好，来来，爱在夏天，都爱都爱。但其实呢，以我的立场来说，我觉得，同时也觉得蛮轻松的，因为可以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就会觉得时间都是自己可以划分，说，比如说我今天要干嘛，明天要干嘛，所以我也没有太难过，我只觉得，这是可以的吗？这个旋律。对，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悲伤，没有，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规划我要做什么，像我有去报名舞蹈课，对，在节目后嘛，然后其实我其实蛮常自己回去看自己的影片，像直播也好，然后节目也好，都会去看，说哪里做的不好，就像我唱歌一样，我唱歌都会录起来自己听哪里做的不好，然后看看就发现。我肢体真的不行，太生硬了，所以我就去报名了舞蹈班，然后去上了几堂课，这样。对，我现在还有那个课程居然没有用，所以之后还没有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会继续上，如果有时间的话。对，再来就休息，好好跟朋友聚一聚。之前太忙，几乎没有时间可以跟朋友出去吧，所以说好好跟朋友聚一聚。回到回归正常的生活，感觉在，好像也还好，真的没有太多伤感的情绪啊，你知道吗？八个月其实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每天都在难过的话，那时间就被浪费掉了。再就练习哦，我在这段时间内，我觉得我自己唱歌有进步，我几乎每天都在唱歌。自己练习，唱跳，对吧？主要是这两个，然后看电影，然后有时候去翻翻书，就大概跟你们的生活是没有那个出入太多，对，很一般。可是替你感到十分惋惜，当时你的粉丝开始起来，我是觉得啦，不要。我忘记我要讲什么，其实。要掉下来，这是生日帽吗？你们要怪怪我妈，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老师。谢喽。我还能说什么？
备。的确呢，我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惜。但你知道吧，没办法控制啊，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然其实一定会的。我自己的心情的话，大概是苦恼，觉得可惜，但这情绪没有烦恼我太久，大概一周就好了吧。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件事情上天自有安排，知道吗？任何事情都是好的坏的，我都觉得有它的道理。比如说今天可能我感冒了，但是感冒了可能自有安排啊，可能是为了感冒好了之后声音更好之类，所以觉得也没有怎么样。反正你知道吗？来日方长，我还会在这个团队里待这么久，所以说，说不定之后还有更好的机会，说不定。说一句鼓励的话给，叮当鼠怎么来了？默默的进来了。这首歌好熟，爱在夏天，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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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在夏天。点爱存在，魏琪琪，好，爱存在，这首歌最近好红哦，爱存在。翁妈来看公演了，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相信翁翁在这段时间要好好精进自己。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吧，更多的是心理。每天都在跟自己对话，觉得跟自己的对话的时间变多了，当然哪天你就会突然想通了某些事情嘛。像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回归的时候要正常一点，就是当个正常人，跟我平常私底下样子一致一下。但是我跟你们说，我私底下并不是这么话多的，我其实不是很爱讲话。老实说，我是不是很爱讲话？但是我一讲话就会停不住，像水龙头一样。对，然后这帽子真的很烦哎，它一直滑下来。哦，天哪，我的天哪！你别搞病人啦，别搞病人啦！你把我把它放在前面啊，你们看不到。好，没关系，等一下再秀出来。它真的很重。说一句话给过去的自己呢？说一句话。虽然你已经很好了，但是还可以再更好。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所以不用难过。哦，我鼻超痒。对，大概是这样。我的眼睛红不是因为要哭哦，我只是真的很看我咳成那样子就知道了。这八个月到后半段，我真的做好心理准备，你不会，大家都是吧？因为第一个被停那么久的成员，停到了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就觉得很好笑。这也是突破了一件事情，突破了在 TP 当第一个被停那么久的成员，对不对？应该不会有人超越我，不会有人超越我了，只有我会这么久，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不错啊，有记忆点是好事嘛，对不对？看来可以对你放心了，国树，你干啥嘞？这阵子真的超级想你的，我也是，我想念直播跟你们说话的时间。你知道说话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现在已经9:18。今年年初开始，大家都很害怕我不见了吗？不会啦，不会说不见就不见，不见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不用担心，我真的恢复得很好。大约一周就好了。我就是每天都在享受人生，你知道吗？你知道体验什么叫人生，什么体验什么叫活着？真的，突然之间忙碌的时候都觉得我是谁的感觉。没事，我也是不爱讲话的人，没有人要信而已。我懂，国树应该跟我是同类人，就是那种平常话不多，但是要其实话多是仅限于跟朋友的时候。就是跟真的很熟的朋友的话，话多那很正常。撇除掉那个的时间，我大部分都是不讲话，私底下不太讲话。这几个月也是很担心嗡嗡，大家都很担心我。我看到你们的留言了，都要刷起来。嗡嗡有回来真是太好了。邵凯说：“是啊，你看我现在就在这儿，活生生的一个人呢，还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吃鱼。”
可是你草组的伙伴说你私底下还是谁讲的？没有的是因为大家，应该说一个团队。等一下，刚有人点歌对吗？我不是很爱讲话，但如果有必要，比如说大家都在的时候，当然会想要。如果都死气沉沉的不好嘛，那因为我们草组的人其实我觉得相较于其他两组来说算比较安静沉稳一点，我觉得你们可以感觉得到吧，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吧，其他两组都很活泼很活泼，那我们组的就比较稍微成熟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感觉要有一个开头大家才会觉得开心一点，不要那么沉重嘛，大家快起来之类的。好，汪汪还能查水表吗？我要查谁？我要查你家水表吗？查水表。其实我更担心你的心理状态健康，毕竟网络一堆谣言，谣言毕竟就叫谣，它就叫谣言的嘛，对不对？谣言那就让它谣吧，因为谣言你是止不住的，你永远止不住它，你没有办法阻止其他人的嘴巴要讲什么话，对吧？你就不要看啊！我想最快的方法，教你们，如果你们遭到人家谩骂，或是讲到你什么谣言，如果你不想去解释它，那就不要看，那不要看开心很多哦，真的。不要去看，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安静啊？安静到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你不用去管那些，你有点像是你在玩的时候，你还要去挂心其他的事情，感觉一样，就没办法玩的尽兴。是鱼刺吗？听到你公演回归，虽然没到场，但是也是，嗯。这是鱼刺，他刚刚卡喉咙，感动到想哭。其实也回来一个月了，对，一个月左右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差不多一个月，快一个月了。公演可以跳几首了？哎，这个你们要公演来才知道哦。嗯，鱼刺回来的时间是你自己决定的还是公司决定的？你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决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我感冒很难受吧，祝你早日康复了。陈恩今天话很少，欸，你们今天是不是看我不讲话所以不敢讲话？不要讲，我其实很能聊的。 OK， 好想我杰克。嗨杰克，杰克你上次没有来对不对？杰克你可以跟我多说说话，多说话感觉还存在。你回来的时候，我手机震得像，我还以为家里出事。哎，欸，真的，手机一震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出了什么事一样，像什么地震啊，或是干嘛了，懂的感觉。我也做了你有可能回不回来的准备。目前是没人超越，因为有柚子毕业。对啦，休息是一回事，休息不算在里面哦，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我能超越我自己。我只在必要的时候要回应别人讲话而已，像现在吗？我发现你都会在这台里面自动的说一些话，哎，欸，拜托，你在我台感觉也是蛮活络的啊，代表我某方面来说算熟人吧，对不对？其实公演看到你走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意外想哭，虽然当时并不太认识你。哎，齐薇也是平常应该说你犯 TP 很久了吗？还是说你平常不太会来直播间？因为我其实是没有看过几次齐薇的，所以可以好好认识你一下吗？年年有余，不行，要把它吃完。不能，年年有余是二月的事情了。团队在比较容易多话，对对，这是真的，到哪都一样，只要一个团体在你会比较壮胆。我觉得团队可以让一个人比较敢说话，对，气氛使然。但是单独的话又比较细节，因为你可以听清楚这个人在讲什么，但团队的话不是啊，人多嘴杂嘛，你讲那些比如说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你讲话比较不会有压力。汪汪，我又回去复习滴滴五二，发现我歌声很美，谢谢你，谢谢滴滴五二嘛。但是我在滴滴五二，好了，这个已经过去了，好像没什么好讲。你可以开始认识是现在的我，说不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很担心汪汪不能回来的原因是没成员跟我们一起去玩安安傻熊嘛。他们现在安安比我讲安安不傻，但是熊现在还傻吗？他。
等等，我看哈。所以我送皓月在世托凡俗是有意义。你之前就是说要送我这首歌，但是播过了，对不对？你跟我说过，我记得。好。声音回来了没？稍微好一点啊，不觉得声音好好一点点，比较没有那么沙哑，有吃东西关系吧？翁回来车速还会一样快吗？你是很期待我开高铁那种速度吗？并不会，应该是不会啦。如果我声音正常很难讲，但是现在的话是不会。米莉呀，那个是什么？我那阵子都在跟谣言者对枪，查他水表。哦，认真吗？你认真？小心你是认真的吗？不用这样子啦，算了，我跟你讲，这要查查不完。对，所以就让他们去吧，就让他们去吧。我跟你讲，做好多鱼手。等我一下，我舌头有点忙。你知道要做这行啊，真的心理要够强大。因为毕竟如果你要在台面上做事，代表说你就会被大家讨论，你没办法阻止那些人的嘴巴，所以这个都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不然可能会不适合这个生态。对，嗯哼，黑柳星说，而且我已经有半年没出现 TP 活动，说实在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哦，真的吗？没关系啦，黑柳星，你真的不用这样。你说因为没有我很没有我的直播吗？欸，你们是真的对我又爱又恨吧？这么吵，然后你们又那么爱来看我直播，我都不知道到底是。那黑柳星，你的其他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太私人，可以不用讲，没关系。只是我很好奇，可以私讯我吧，跟我分享，不一定是只有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生活。嗯，谢谢花生神魔术的花之精髓，而且我发现花生神魔术都不太说话。有什么？还是你也是天生含蓄的人呢？我回来有变温柔，只有今天 ，sorry， 地当主只有今天而已。上次你跟我直播的时候，应该感觉到我跟之前是一样的。哎，我声音是不是变正常了？谢谢地当主的小兰花，好，太好了。温温跪求查水表，我这一年也做了很多事情，虽然都不上不下的。你是说哪件事情？你是认真的吗？等一下，你可以私讯我跟我讲。我静一下，觉得有点吵。天哪！主播回来了，上次我还没下班啊。欸，那今天可以时间可以吗？这个时间应该算是大家都下班的时间，或是正要上班的时间，就是很两极。今天加班刚刚忙完，稍微休息一下才来。陈恩说加班，那你所以你等一下还要继续加班的意思吗？听起来像是这样子。之前直播有说已经戒漏了，请问会即使讲你说会什么？你后面的那句话哦，请问有打算换 catchphrase 吗？我有，哎，老实说我有，但是我想不到更好的，所以我暂时还是会先以这个为主。我想不到更适合的。那 low 的话，毕竟我发现蛮多人都 get 不太到这个，因为它毕竟算是宅梗，就是电玩梗。会考虑到，如果没有更好的，之前我应该都会用这个。所以说，曹主成文，你知道雨晴风起来也是很疯狂吗？我知道，但是那个是限定的时间，所以说，有时候大家可能比较沉重或是比较安静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开头嘛，对不对？我就可能抢着做那个开头啊，就是，嗡嗡一回归我就回来了，嗡嗡嗡同寻归语是吗？这个梗。所以
林中庭，你也是因为不对吧？这个时间这段时间你们应该有出席一下活动啊，看看表演，看看直播啊，对吧？我在当一个好观众，我也很努力的。好了，休战休战休战，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你今天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是温柔温和的。说好不提又，我看看我看看。哎，等一下，我觉得我留言开始延迟了啊。其实有预感，但成为事实是，说真的，我还没有看过柚子前辈。我真的没有看过，但是我之前进来的时候就有听，就是有稍微了解过一下，然后就发现，我的第一眼是柚子前辈，对，第一眼。去年八月才开始追的，刚好是你休息啊，就是你对不对，齐薇？我记得有一个粉丝跟我说，我回来之后，我被关之前刚，应该说对关前后的时候才刚进来。应该就是你吧，对吧？做了第一首歌开始经营 podcast， 也从实棒球加入球队开始比赛。哇，真的假的？真的是发生那么多事情？加入球队，你是加入什么样的球队啊？没有听过说你会去打棒球，欸，这个有点出我意料。我以为你会专心做音乐。知熊从来都 hello 傻傻的，欸，我觉得熊妹有稍微变成熟一点，欸，老实说。稍微大概 0.01 吧。点一首831，我不需要每一个人。欸，今天海豚第一句话就是点歌。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好。又好一些，还是不要再开车了。哈哈。少凯你怎么换名字的，突然的。换成。你可以换成翁同勋口红好好看的孙少凯。我也知道是谣言，但我得老实说，其实其中有一个让我有一点动摇到。没关系，这都过去了。谢谢玉超的花枝金翠，这都过去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在创造新的回忆了，那我们就以新的回忆去开始计算吧，对吧？谈过去的事情，代表说老喽，你们老人才会提过去的事情。好没有气色，补一下。哎呦，超过了，现在看起来有气色多了。好，真的佩服你们的心都很强大，我佩服。还说在场的各位，看起来是，但是我觉得你们比我还担心我自己，我都不担心了。点播，哎呦。是吗？是那样念吗？落英缤纷的夜，好。不过现在回来了就好。对啊，对吧？我们谈谈现在，谈谈现在。敢点 Fast and Hazy。今天这个有点像那个广播频道的感觉，对吧？还习惯吗？还是你们不喜欢？哎，要讲哎，蛮想知道大家的喜好是什么。虽然喜好跟我的风格可能不会都做太大的变动，因为毕竟要改变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会变中文字？哈。多亏我休息，让我可以专心投入新工作。你现在这个新工作是还好吗？上次有稍微听你讲，哎嗨，谢谢雅虎，雅虎 butter， 雅虎，我下去高音吗？不太行。恨你干嘛？没有恨你的点呢。我刚刚讲要恨我吗？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哎。Oh my， 哪个 part 有提到这件事情？去年八月刚好是我换新工作的时候嘛，谈谈你的新工作。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不是在，我想想看，是服役吗？不是吧？哎，那叫什么来着？在新店服务对不对？可是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了。
没有变温柔，我可以确认。但我觉得国树倒是变温柔了，换我称赞你一下。其实上次相较以前还是温柔啊，真的哦。哎，叮当树好细节哦，原来你是细节派的，真的很细节。但我觉得没有啦，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可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不止脑残还手残，你看啥？你第一句话就讲这个，你可以讲点聊天啊，分享一下。不然花生神魔术，你最近在忙什么？最近有没有什么兴趣？有没有为了某件事情投入心力，或是投资也可以。我要去看电影了，问问白白，不知道刚刚你 的指定你有没有看到？指定？等一下，你刚刚指定了什么吗？完蛋了，完蛋了，留言开始延迟了。有人可以提醒我一下乐乐刚刚说了什么指定吗？等一下，我发现留言有点多哎，希望你们今天可以体谅我留言延迟这件事。平常 之后我可能会还是会调整到看最新留言，但是还是希望，因为你们现在都在跟我分享你们自己的事情，但被忽略感觉会不好，所以说。我已经在家耍废等睡觉了，慧香。你不是说你加班，你是加班完了，还是你等一下还要加班？小千说头贴就是前阵子回归棒球的照片，我看看。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很想让你们看到我现在这样。我没有预想到会这样，我原本以为只是没有声音而已。哦，没有翁的日子，我听说，哎，等一下，Lori一下，我要给你算账。听说你之前去其他直播间干嘛？浪是不是？国树，国树爆料一下，就是国树讲的。让我知道一下洛瑞笑这阵子都在干啥。自从嗡嗡不在以后，我就藏龙了，直到你回来吗？其实你们也可以去看看其他直播台，或是聊聊天，跟其他伙伴嘛。你看这边很多粉丝都很好，很好聊天，他们其实都很温暖的，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啊，还可以当做归属感嘛，对不对？毕竟你们有个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哎，谢谢吉米做的小浪花。比如说你们都看我的直播台，这就是个共同点，所以说没事多休息就好。是啊是啊，没错没错，很快就好的。等等，这个就不要记得这么清楚了吧。没有耶，我上次没有听他讲完，他话讲到一半就没有讲，所以我想听他讲完，让我知道怎么回事。老实说，我握手会前一直在期待嗡嗡的回归。没关系，之后还有其他握手会，又不是握不到奖，好像我已经不在一样。你们不要这样子，不吉利。声音有变好，但请还是要少说一点，多休息。你们太好了，好温暖啊！这首诗就是要跟我说多喝热水，多喝热水，好，多喝热水，直男都这样，多喝热水。哎，等一下，刚刚有人说要播这个，我先把你们的歌播完。上次看到柚子前辈的时候就是旅展的，旅展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我是完全没有看过柚子前辈，完全没有。上次握手会我就没去，那半年多因为是工作都上大半夜，也是哎、欸，你的那个生活作息实在是搭不太上。什么？你在跟谁对话啦？洛儿，洛儿笑，你是不是按到弹幕？把弹幕收起来，弹幕要花浪花的。一组棒球队，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去运动，让自己忧郁症好一点。小七，我跟你说，真的运动很有用，运动可以解任何的不快乐。像你如果不快乐啊，你去我可以建议大家，像我平常心情不好，我可以跟你们讲，我有就是月经之前都会蛮严重的，会心情低落，对。然后如果到了这种时候呢，我就会运动，
不然就是洗澡。然后不是我要老人家唠叨，你们可以多补充坚果，然后香蕉，香蕉好像也可以，香蕉皮，香蕉皮可以治忧郁，真的，这都蛮有效。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运动最有效，只要有流到汗，你就会觉得这种心理状态大概就觉得哇，原来可以这么畅快，或是就是很有活着的感觉，就是流汗啊，就是感觉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完成了一件事情的感觉，真的很有效。对，点播三爱情三十。哎，林中庭，你这也太跳痛了吧！你不是都点那个霹雳的歌，你现在要点了一个《爱情三十六计》，很突然。好，我从小就是打棒球。我记得小仙你之前跟我提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回去运动界，很好啊。其实我觉得你的脸真的脸很适合打棒球，你的长相很适合打棒球。但是我想知道小仙你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没有听过你提。任平均，哎，真的，任平均，嗨，超久不见，超久的。噩梦已过，重新开始吧。对啊，哎，好像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一样。嗨，平平，平平来了，平平，平平甜姐儿，平平。另一个原因是对某些成员有点走心了。哦，真的吗？发生了什么事情？算了，我觉得这边好像不太适合讲。对，如果你们可以把我的小儿子当作吐槽，不是吐槽，我讲什么？吐苦水的地方。虽然我不能回你们小盒子，但是我会在直播上用另一种方式跟你们讲，另外一种方式啦，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得到。你回来就好了，不会不喜欢。小千，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因为像是生死与共的感觉，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那个已经谈不上了，对吧？我喜欢啊，都喜欢啊。郭树，你说你是成员都喜欢吧，不是风格都喜欢吧？都喜欢，别勉强，好好保养工作，可以可以。相信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我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对了，忘了说，嗡嗡的新公司招牌的很好看，也真的吗？很不像我。来来，你们现在拿那个公司招，然后再摆在我这个直播的脸上，完全不同人，完全不同。拜托你们就留在那个照片美好印象里就好了。原本在全差啦，现在在邮局，全差，全差。全差没关系，你不要讲出全名来。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你在新店服务，不是吗？还是哪里？就是在考上了哪里的？是新店吗？还是哪里？我真的是忘记是哪里。告诉我，提醒我一下。你家人？哇，这个称赞我有一点承受不了。温柔算称赞吗？温柔算好了，事实好不好？今天是事实。温柔的果树。其实落日一笑也很温柔啊，你们都很温柔，你们都对我很温柔。我这一阵子没什么变，还是跟以往一样。工作啊，工作也是，工作或是个性也是啊，都可以，可以谈谈。钟颖为什么要偷偷丢浪花不出来跟我们聊天？钟颖，我记得你上次话很多呢，你是不是看到都是大佬所以不敢出来？留言延迟才是我熟悉的文玩。还好你们都还记得我会讲什么，我回了你们什么，然后到下面之后，对，我在讲什么？天啊，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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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讲什么？天啊，头好胀，不要放心上，没有，等着明天上班。谢谢花生神魔术的打棒球，像我把那个歌整理一下，你们刚刚点的。一个多，一个一个都要播。这个是什么？花生神魔术的这个是？棒球吗？这么符合时事，是为小千对不对？小千也是棒球队的啊。那个是可以比距离是吧？平凡之路，好。
我看到你们说不要勉强，可以可以可以，时间要播满啦，剩十五分钟，我们好好的聊完，好好的聊完。毕竟这种状态的我真的是不多见。那个鱼，这个鱼吗？这个鱼是青鱼，青鱼。我等下还有水果，我原本预计今天要吃，就在你们面前吃一些分享水果。今天买了月亮葡萄吗？我第一次看到，就买了。聊不起来都是潜水一族吗？其实也没有哎、欸，有时候可能是含蓄吧，人家觉得不知道从哪里插进这话题。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很跳痛，所以说。你们如果要随时插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啊，完全也可以奉陪，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笑笑浪子回头金不换，想表达什么？塔瓦哥，热水是万能的，蛋挞，我觉得蛋挞才是万能的、欸。哎，蛋挞，我想点，草莓炼乳蛋挞，下次，因为芋头云朵蛋挞听说不好吃，所以我暂时不想换胃口。我还以为笑笑入坑是嗡嗡休息后的事，他的本名叫笑笑是吗？哦，等一下，笑笑你是说落日一笑吗？还是谁？我没有叫过他笑笑哎、欸，笑笑哦，你们在说笑笑落日一笑是吗？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什么叫放飞自我？我看看哦。某个时期开始浪，没开始浪，每一台都浪，然后开始要人嘟嘴给他看。哎，你坏了吧？你坏了吧？你真的坏了吧？谁可以告诉我你怎么？你是吃了什么？你以前不会这样子的呢。哇，这一定是被国树带头，我跟你说，这边的大滴滴就是国树啦。那国树你也知道是大佬嘛，对吧？所以会间接的影响某些粉丝。多日一笑，我对你期望很高的，你知道？你这样实在太伤我心了。梦想可以站上舞台表演自己的歌曲，告诉大家我的故事，让大家觉得不是只有你这样的。嗡嗡嘟嘴应该很可爱，不如不行。你看，你到各大台说要大家嘟嘴给你看，那代表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偏偏不要，你以前不会这样子的。我到很久了。哎，真的吗？但是我现在才熟识的平平，平平刚忙完吗？平平，我们会陪着你。虽然我的歌都很阴暗，其实阴暗的歌才好吧，因为太正向的歌比较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懂吗？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在比较心情低落的时候听音乐，开心的时候通常都听就是嗨歌比较多，对吧？嗨歌是指那种当当当这种歌，但心情不好都会听那种跟自己。跟自己生活比较贴近，比如说什么失恋啊，或是什么失业啊，什么反正就很多那种。太夸张，那个是自学的，我还拉不住他。哇，你这样把人家拉下来，然后又会不认账，我开始为落日一笑感到不值得了。这边，我可以相信应该是果蔬来带的吧，带坏他的，不然他不会凭空这样子的、啊。下哈，我劝他好多次了，讲不听啊，他自己当大佬。国树是说真的吗？你是说真的吗？如果说真的话，我会对他很失望哎、欸。他本来是模范生，香蕉现在是这只哎、欸，香蕉。哦哦哦哦哦，好，谢啦谢啦。我刚好说到水果，岳母就拿来了。国叔说：“哎、欸，我也是会挑的好吗？什么叫做成员都喜欢？哎、欸，你们不要在弹幕上吵架了！哎、欸，省点浪花在下面吵架，因为我迟早会看到，我没有要跳过你们的意思。省点浪花，省点浪花，好吗？”哎、欸，模范生坏掉的时候也坏的彻底哇！现在弹幕吵架是怎样流行起来，是不是？火药味很重哦，我是不是该拿一碗拿一个水桶里面装水浇熄一下你们的热情？你的声线每次都嘛不像你，托鲁讲说，哎、欸，是真的，我真的觉得声线都跟我本人长得不像，有时候是我本人比较好看，有时候是声线比较好看，或是什么公司照比较好看，就是你知道颜值很不固定。
可是成员都很棒啦，当然啦 TP 的每个成员都很棒，都有他们自己在发光的地方。什么平时都这样没事没事，果树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熟了？哎，小千你不是果树妈吉妈吗？你们什么时候变成不熟了？原本在宜兰啦。哦，是在宜兰吗？那你现在的邮局服务的地方你可以说地区吗？我记得你之前曾经跟我说你要下邮局服务了这样子，但是那时候后来我就没有听到消息。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一开始看了新公司照想说怎么变了一个人，变得很二次元，我觉得有一点二次元。来看看直播才会知道认识真正的我长什么样子。现在在台北。哦，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好像讲到说台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跟我说你要来台北的邮局服务，对对对，但是没有说地区。我想起来了，哎，邮局真的很忙，尤其是靠近打烊的时间，是不是超级无敌多那种他们会赶着要去寄信。明天是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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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各位都是暖男暖女，是啊。我跟你说，这边的粉丝真的是很温和，所以才你们会叫村内是为什么啊？是因为这边像是一个村庄一样，大家都很友善吗？还是怎么样？因为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就是张牙舞爪的恶狼们，准备扑向一个要犯错的艺人，或是任何一个有漏洞啊、有把柄的艺人之类的，就觉得好恐怖。这边好温暖，来这边都会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吗？就像。另外一个停泊的靠岸，靠岸，靠岸的叫什么港口吗？港口的感觉，你知道？好的，下次换来这边都会跟蛋挞点餐，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草莓炼乳这个东西，草莓炼乳蛋挞听起来就很好吃。小心衣服哦，哦，所以你们刚真的有看到我衣服沾到鱼了，是不是？没有鱼味啊，还好。谢啦，少凯。你今天的口红好看啊，少凯。可以祝我正大金贤奖顺利入围初赛吗？还有这个创作乐团可以持续下去。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听说你有做了一首歌，对吗？那首歌的话，也是在刚刚那个网站上可以听到，对不对？我可以下次听完，我应该说下次直播我再跟你说，一定可以入围啦！你这么有才，你是一个感觉很会作词的作词人哎。作曲的话，因为我没有听过，但是我感觉小千是一个很会作词的人，因为你有故事，你是有故事的男人，所以等于说出来或是写出来的文字会相当有温度，感觉不用担心啊，对自己有自信一点，我相信不用得到我的鼓励，你一定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这叫浪客5254933说落日花明远播，还专程开一个小账号来说落日的事情，你看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落日一下？啊，是不是要检讨一下？不要再解散了，小千，你之前那个乐团跟现在这个乐团阵容是同一个阵容吗？笑笑好像是小慧开始叫的，现在全世界都这样叫他了吧？落日笑笑很可爱啦，但笑笑有点像女孩子的名字哎，人家毕竟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孩子，我还是叫你落日一笑吧。我进来的时候，笑哥就是目击嘟嘴了，所以四帅是比较后期才进来，对不对？也是后期才进来的朋友。空白说：“汪汪嘟嘴照不是早就有了。”老实说，我什么表情应该都做过吧，包括嘟嘴。你们想得到想不到的表情，我应该都做过一遍的。所以，如果是你们亲口要我嘟嘴的话，那我一定不会这么做啊！一定要我发自内心的这么做。留言在哪？我看看。嗡嗡台限定模范生，我知道了。你在我这边就像白天是正常的上班族，晚上是夜店咖一样的道理。我这边就像是你的白天，其他台像是夜晚的生活，是吧？落日笑，哇，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啊！看不出来，人不可貌相啊。翁妈小姐，餐点。帮你整理一下，她是我妈，她是岳母，什么时候变成 waiter 了？母汤，
我是不是开始要跟他留言了？嗡嗡看弹幕吵，嗡嗡嗡嗡看得到，没错，所以你们省点浪花吧。你们要吵架就去练武士吵好不好？这边不是练武士，我把它盖起来。啊，等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人要点《平凡之路》跟《爱情三十六计》？Sorry，《平凡之路》对。我好死不死在大局关门后的代办人数最高可以上看30。那你们这样子，我想问一下，你们如果办完，应该三十个人大概也30分钟吧，一个人平均办一分钟的话，你们这样还要那个叫什么处理账务的部分，你们知道大概几点会下班啊？是不是很晚？大概7、8点才能下班。TP 的粉丝很暖啊，包括你。你很暖没错，我不否认你暖，但是也不否认你滴滴啊。硬要提你滴滴。我要追上留言了耶。换了2个乐团了，你们乐团为什么会解散？我觉得乐团解散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曾经玩过团，就会觉得熟悉这批人了之后，如果没有在一起玩团的话，你会很空虚，觉得自己一个人真的就只能做自己岗位上的事情，不能有一个完整的音乐的感觉。哇，很无助。正常上班族。是的，没错，正常上班族。等等，其实嗡嗡对我长相没啥印象吧，我们唯一见面就是生日会。怎么样？没有啊，我记得你之前换过头贴，你的小时候的照片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干干净净的男人嘛，我没讲错吧，对吧？我很少用浪花，因为不常氪金。没关系，氪金有必要再氪，像游戏啊，不良示范，不要。游戏氪金会当下很开心，但是之后会很空虚，就会发现我户头怎么少了一些钱，然后那些钱都不是属于可以摸到的东西。那时候我还是个害羞的萌新，现在是个奔放的滴滴。有那个押韵哎，怎么办？你是不是应该要套用一下？最近吃药吃到腔调，同学表示我超吵。你是认真的吃药吗，平平？你是认真的吗？对了，嗡嗡乐乐，希望你说对我们的内心话，这阵子想对我们说的话。好，哦，他真的这样讲吗？这么有心，那我放下我的香蕉，放下香蕉，立地成佛。不会括号。好，稍微有气色就好。想说的话是，其实我一向讲话都不太会写稿子，因为我都是当下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你们要不要太介意，不要太介意，不是照稿念，因为没有稿，完全没有稿。就是我其实都知道呢，我其实都有看到你们在就是论坛上啊，巴拉巴拉，就是一些平台上看到你们的留言，然后我也知道你们为我做了很多事情。对，但因为碍于我的身份来说呢，我不太能表达太多，或是太就是给你们太多，我就是你知道像朋友那样子不太能，我做到的不多，但是希望我们可以从直播上或是各大比如说握手会啊，那个 reset 叫什么公演吗？公演比较不太能接触，就是我可以透过我们在接触的时间给你们更多那种参与感或是互相认识的感觉，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真的认识每一个人，这样聊天起来比较可以有代入感吧，或是可以了解你们现在的情况，就像朋友一样的感觉。对，那这段时间呢，我不难过，我不低落，我也有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都有好好享受人生，跟一般人一样。所以如果不论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们可以跟我说，那我有问题我也会在直播上跟你们分享，这样对，就像是朋友一样。 OK， 是我期望的。那谢谢你们等我，谢谢你们每个人等我，现在在座的每一位，还有留到现在啊，不对啊，不一定要留到现在，有些可能在忙，就是还要留到现在或是在忙的粉丝们，我知道你们在等我，等了我很久吧，很久吧，久等了，真的久等了，谢谢你们，真的不离不弃，这句话就是这么用的。对，我会记在心里的。金牛座记忆性很好的哦，不要小看金牛座，你们对我的好我会记住。好，这样
谢谢你们等我，就等了，我会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我。大胸糖出现了，大胸糖，大胸糖新朋友，谢谢你的掌声鼓励跟蛋挞，还有四帅，我要怎么叫你啊？四帅吗？就叫四帅吗？谢谢你们的钟，钟你真的都不讲话，今天谢谢你们的礼物，还有阿米的掌声鼓励。这个谁的马甲是国树吗？哦，惠香的马甲，惠香跟国树马甲我都会搞混。我比较长话短说一点，但我希望你们可以感觉到。柠檬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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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儿最近回归，是不是都不太知道跟我聊什么了？我可以聊聊你们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吗？还有那边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或是新鲜的事情？看看你们留了什么，公演就算了，再也看不到了。为什么再也看？为什么看不到？小白兔，为什么看不到？你是不是不在台北这样子吗？看看哦，等一下，你们的留言好多。就说我不是滴滴啦，我不是滴滴 QQ， 那你是 QQ。好啦，国树我知道你会挑人喜欢，但是还是太花心了，不行。身为一个女人，没有办法接受男生这么花心的。理念不合，我觉得大家都很没有积极度，创作也很懒散。其实有分那种娱乐团跟专心创作，就是有要以发片或上架为主的团，你可以去找那种理念相合的人，知道？因为很多都只是开心啊，假日练练团啊，玩开心的。你可能真的，大家想要的是不一样的。好，看看，也是啦，就是个帅帅的人，摸摸眼光真好。这自卑，你都不知道我到底讲在讲讲，你居然就往自己脸上贴金。果然是落日一笑，我也是落日一笑啦，我是天黑一笑。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样有失公允。刚刚是说到什么？越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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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越笑新朋友越笑。每次姐姐都会怀疑自己，觉得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没有，我跟你说，不是你的问题，你知道吗？一群人如果不走在一起的，一定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成问题，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不可能要求他们都在走在同个路上想同样的事情，不可能。所以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的实力如果够的话，就可以组一个更强大的团，那你的队友可以互相 cover， 这样子实力又会更加向上，所以不用想那么多。嗯，真的，我自己都会这样。如果我心情不好，或是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低落，我就会想另外一个听起来比较舒服的方法来说服自己，或是干脆不要想，干脆不当没有，当没有这件事情。我都是这样。认真有在吃药，身心科的药让我白天吵死，晚上睡爆。真的耶，你们是不是会有那个安眠药在里面？很辛苦耶，吃这个药很辛苦耶，我可以理解。看看你们的留言，留言在哪里？都是礼物，礼物，礼物。我真的害怕的是天蝎座的记忆惹不起。等一下，这边有天蝎，这座有天蝎座吗？其实我有一点怕天蝎座，我很怕惹到对方，因为我有时候讲话蛮白目的，所以我怕他会生气，就是不会跟我讲，你知道？天蝎座有事情能找我聊聊，吃药6年了。对啦，你们可以聊天聊一聊，聊一聊，就说不定可以找到一起解决办法。我跟你讲，因为运动真的很有用，运动真的很有用，真的再懒都要可能在家做个小运动，可以解决。只要有流到汗，心情会变好。试试看，试试看，都可以啦，我不介意。你有没有自己的绰号啊？这样子比较好吧，就是有点像是，如果你本人又比较四帅，我叫你四帅，你会觉得啊，这是网络化名。
我一直都在潜水中偷偷听都不讲话，你们就是这些在底下潜水的人不上来换气，我跟你讲会淹死。原来是金牛脑吗？没有啦，我跟你讲这是不重要的事情，或是好了，有时候重要的事情我也会忘记，但是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是比较不太会忘记啦，比较不太会。还好我不用马甲，不会造成翁困扰。然后等一下到时候到其他间就会挂其他人的马甲，你这个坏心负心汉。两个共同点就是挂膝盖绑，对对，因为每次丢礼物我都会点开到底看到底是谁，你知道吗？我的名字最显眼，永远挂着注音。对啊，欸，你的名字从来没换过，欸，从来没有，欸，真的是很厉害，到现在还是没有换过。我以为大家都会时不时换一下自己的昵称，欸，十点了，差不多，我要注意一下时间。其实我有想过，如果我是现实生活认识你就好了，可以帮你更多，应该是互相帮助吧。没有啦，我跟你说，这真的就是缘分。我的意思是，在这边相遇也是缘分啊，不要局限于今天是偶像跟粉丝。我觉得这样有点听起来有点距离，虽然偶像这个词听起来就是稍微有点距离感的词，不用想太多。真的，我的意思是。有想什么讲什么，你可以用小盒子跟我说，对，然后我能讲话的管道就是直播，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告诉你，然后不会那么直白，所以可以消化一下，吸收一下，对，因为我不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们可能对我讲的什么是不较不方便讲的，这样就会看看哈。哦，就因为是饭偶像才可以这么花心，对，花心。好啦，其实我也很花心啊。如果我今天喜欢某个偶像，我也不会只喜欢一个而已。老实说，我可以理解，我只是嘴炮而已。我一定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当然要还有吃血清素。我 podcast 就是在做，然后看一下留言。血清素是干嘛？是降低什么的？我这边有人可以解释一下血清素是什么吗？比较少听到这个词。哦，就是在做忧郁的节目。这样，我相信它可以帮到很多人吧。就是有同样的问题，或是有同样烦恼的人们啊，可以从这个节目上去获得一些帮助，这是好事。希望你可以继续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月笑说：“我天蝎啊，我刚刚不应该说我会怕天蝎。好了，我不要以偏概全，有些天蝎也是比较直来直往，但是我是怕，我很怕我讲错话，跟天蝎不会讲出来，会默默讨厌我，就会觉得我做错了什么，可是我不知道这感觉。好，看看，不是夏天吃个饭就流汗，那不算，就是要动到。”像我平常有事没事会做这个叫什么棒式，跟这个叫什么抬腿吗？举腿跟这个交叉腿，反正就是做一些可以增加自己肌耐力的，是肌耐力吗？核心的运动，那些也算运动。我也心情变比较好一点，真的。跳舞也会。我名字可能长灰尘了，不要换了，这才是你的特色，你不要换，你们都不要换。没啊，我懒得换。洛瑞笑，如果我一句话，你为了我会为了我改回来吗？这个缘分也是要不断珍惜下去，是真的。应该说呢，在这么多偶像艺人们里面，你们偏偏就是会来到这个直播间，对不对？我这个小偶像直播间，可以让你们认识我，这个也是超级无敌荣幸的事情，好吗？真的，缘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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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分让我们是，对呀，怎么唱来着？啊，刚有人点那个《爱情三十六计》，会那个林中庭点的，先点完他的。我等一下试试看唱一下《光年之外》，如果可以的话。艺名取来就是要念的，可以喊店长，虽然也有喊四赛或four赛。好啦，店长好了，店长听起来厉害一点，叫店长好了。店长，偶像这么可爱，怎么可能只推一个？柠檬，你现在神推还是熊妹吗？熊妹会很开心的。
我来。血清素就是让你大脑不够的血清素补充，可以让你情绪稳定在一个框内哦，就是像镇定的感觉吗？我有看过一些病患是可以透过自己慢慢减药，当然是要在医生的指示下慢慢减药，来就是让自己不要依赖那些药物，就是有点像是让自己的身体跟大脑可以分泌那些东西，这样其实对身体来说会比较好。当然是要医生指示下，不要自己这样做，不然危险，会有戒断症状，不好。我也是天蝎，不用担心不好互动，会想，哎，我讲天蝎有分不同，有一种是比较闷一点，就是比较被动一点的，也有那种主动的天蝎，你说不定就是主动的那一派。我觉得最可怕的天蝎座一家，为什么是一家前辈？说说看，你要好好讲话啊，国树，你如果讲不清楚，我就去跟一家说，你就死定了，你就不用去他台了，你可能连进去都不用进去，因为进不去。我就一直是这个啊，你不是，你原本叫落日一笑。看，果然太让我太失望了。我现在对国树反而好感度拉回来一点，那落日一笑，你不要被国树比过去，我跟你说。我觉得最可爱的天蝎座小慧是天蝎座的，哎，他是天，哎，看感觉不像天蝎座，哎，他感觉不像天蝎座，哎，相处起来没有那种天蝎座的感觉。推熊妹嗡嗡这对最佳搭档，最雷搭档吧，他是最雷队友。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赶快下播休息吧。我想说把你们上面的那个留言回完，因为有些人是很认真打那些字，我把那些字被白费掉。点，你让你留在我身边，这首歌送给这阵子的你，好，没问题。钟情啊，钟情，你自己点这首歌，人却不在，行吗你？让我留，其实我有一阵子好爱这首歌哦，超级无敌爱，所以你点对歌。分页关一关。小慧有天蝎座要素，只是可能还没开始讨厌人而已。什么？你这是对天蝎座有什么误会呀？哎，你不要在这边讲星座的事情。我跟你讲，里面很多潜水的人会看哦。你这样讲一讲，等一下他们私底下要记恨于你。好，差不多13分嘛。等一下还要播一首歌。播这个。让我留在你身边。今天还是有台语小教室，我该做的事要做一做。该做的事要做一做。今天就快速解决。还是有臭味。人体异味因子和细菌不止在马桶，冲水后还会持续扩散。从北京新登场。日本革新科技，只要一压，不仅强力消臭，更能抗菌防臭。还有小时间，日本第一烘焙机。你们自己聊一下，自己聊一下，我不打扰你们。香蕉放在这边会坏掉吧？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是。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好，太多不搞笑。虽然平常我教学未免在搞笑，但是你们就天天又把它当成笑话来看，就真的是这气要气也气不起来，你知道。最渺小的我不写，死定。中文字现在打字太发达，要写字要想好老半天。来
everybody， 我们今天的台语小教室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港口。那港口的台语要怎么说呢？港口，对不起，写错了，我写错了。我刚以为是港口，哎，我想说，是那样念的，我就写了一个港。来，那今天要教的是港口，港口的台语叫做港口，港口，港啊！我跟你们讲，这样子比较好记，不知道怎么念的呢？叫做港口，港口，为什么叫港口呢？港口，港口这边，靠，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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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没有？港口也可以，干枯了。哭了，哭了什么？有水嘛，对不对？有水就是 在港口旁边啊，对不对？干靠，好记，干靠，干靠，好，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干靠，干哦，干哦，干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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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干靠 ，OK，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的台语小教室还是一样的完美，不多说，一样的完美。不会台语的跟我学，一定会台语一定会马上变好，立马变好的。好，然后还有可爱三连拍，可爱三连拍，戴上这个岳母的帽子，可爱三连拍，一，呀，可爱一点好了，可爱一。二，三，哎，它掉下来了！我在干嘛？这帽子太滑了啦！我在干嘛啦？三。鬼故事吧，他刚竟然自己讲了干考，哎，他是嫌我台语讲不够好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刚才讲了一下干考，干考，为什么要笑嘞？你就是这个帽子太滑，还笑。要可爱就是要嘟嘴啊，翁我不要，你越说我越不要，好吗？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今天算还没有跟你算完，你现在还叫我嘟嘴，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吧。国术，我把他拎回去，好好教他。刚考对，哎、欸、对，今天怎么我讲完台语，又一堆新的粉丝进来。帽子点播干烤，我刚刚想说为什么他要自己讲话，我吓到。想说现在还没七月啊，不对吧？好，我们现在来念仿一下，这首歌不适合。等一下哦。天哪！哦，哦，我的皮呀！我要把我的鼻子拔掉，来点一下，等一下要韩榜的歌，韩榜有没有慢一点的、啊？吃水饺啦！我的可爱为什么跟我形象不太好看？我还不太了解。我不，我说我天哪，那个刚刚是事故，拜托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跟我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原本想要把它拿起来这样子，就是做一个就是这种表情，就没想到它刚直接掉在我脸上，哇，这个专业的坑啊。摸摸期待你一周直播两天，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多看到嗡嗡的。我大概如果是两个小时，可以分两天，一天一个小时，但是我相信一定会超过啦。哎、欸，我的卫生纸都没了、欸，就这样。
每一天找一个时刻让自己开始啊，天哪，回归自然。听你说台语真的会把你踢下去海里当消波块，我不是台中人，先不要，谢谢。你这样害我不敢去台中。静音一下。回来了回来了，我刚刚为了让你们画面看起来有东西一点，今天韩榜好，今天韩榜，所以22个，总共我就喊22个，比较少就可以，希望我可以唱得出来。第二生命是幻影展示，这是你是我的叮当树，第十九你是阿元，第十四这是谁？看到一堆牙齿。 OK， 第十八名是新生有的机会，第十七名是可得，第十六名是笑亮，第十五名是回响，膝盖棒的回响，第十四名是鱼头鱼多蛋挞，第十三名是鸡米，第十二名是阿米，你好不好？其实还是可以唱得出来，声音是不是比较有磁性了？我预计在一个主副就可以唱完十一名。第十名是小浅浅，有你是安静的钟鸣，第八名是大树糖，第七名是话很少的抚慰不说话，第八名是没有存在感的黑脸心，今天的水长时间的，你怎么还没说去睡？第一名是雨潮，第四名是空白，第十四第三名是那个不幸韩国人，当时他不一下笑，第二名是不说话的花生生魔术，第一名是心灰心的柠檬儿兄妹腿，虽然兄妹我还是一样，每天都跟我还一样，你还是很喜欢兄妹，我真心感谢你。呀，掰不下去了，对不起，让这首歌顺顺结束吧。你说你曾经爱过我，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嗯，好，我来试试看刚刚答应你们的光年纸。我刚刚才讲光年一笑，天哪，洛瑞笑你的影响力多大，我吓死。光年纸，我唱一组一副来试试看好不好？
第一是上嗡嗡榜，你可以每次上。我跟你说，我以前念榜不是用唱的，我以前念榜是用念的，用 rap 的。希望你下次可以参与到。谢谢蛋挞的星星，下次是草莓炼乳嘛，对不对？鸭虎爸的掌声鼓励，店长的掌声鼓励。一组一副试试看。哦。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就是真正爱，飘散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那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爱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过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为你狂的疯狂到山崩海啸，没你根本不想到。我的大脑为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你根本不重要。不行不行不行，我今天唱歌的那个鼻子的阻碍大概多了五六成左右，阻碍很多很多很多，还会一直就是平常是顺顺的，然后现在前面有个薄膜这样子挡住我的气，就痛痛痛痛痛痛，超不舒服的。好啦，这首我四不像的《光年之外》送给你们，那你们今天也早点睡，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班上课对不对？跟我一起，耶、，everybody， 我们下周也是礼拜三吧？我看看，好像是吧？我下周是礼拜三吗？礼拜三还礼拜二，其中一天，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官方的宣布。OK，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咪的星星圆棒，大胸糖，我一看到大胸糖就想笑，大胸糖的星星应援棒，鸡是羊的星星圆棒，汪汪也是早点休息，没错，我等一下差不多洗洗睡，不然我觉得我快暴毙了，吃完药赶快睡了，天啊，还不错啦，至少比上周的忐忑好，很坏，我忐忑本来就只是为了来搞一下，才不是认真唱的嘞，拜托，好了好了。谢谢大家，下次看到我就是健康的了。晚安，晚安 ，Everybody good night，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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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